你就將呢一個嘅瘦身食譜咧，為我哋各位嘅朋友啦、全部朋友咧，就注視一下啦，好嘛？好，其實好簡單嘅啫。OK， 好，咁我幫你揸住個麥啊嚇。你可以自己揀啲生果味嘅娛樂咯。係。咁我自己就中意蘋果味嘅。OK， 好。咁啊，跟住咧就講曬啲咩材料啦，不如你就示範一下啦，好唔好啊？好曬。好。咁而家咧就話戴咗個手套先啦。咁我哋咧好衞生噶嘛，係咪？一陣間咧，大家有邊位朋友想試一下 Tana 親手做呢一個嘅瘦身食譜咧？咁啊，一陣間就要舉一下手啦嚇，因為咧我哋一陣間會揀選一位男士上嚟咧，就親自俾 Tana 咧嚇去餵佢食一啖噶喎，大家。好，一邊整一邊再望下鏡頭啊，好忙啊我哋。買嘅啦，得。咁我自己就好中意，所以我全部買曬。幾個靚啲？蘋果啦，係啦，蘋果，蘋果就絕對要放多啲嘅，因為我自己又中意食啦，蘋果好健康咁。啊，我冇用過。而家啲份量都好好，好適度，全部都可以放曬落去。跟住咧就淋上上邊，就已經完成咗。咩嚟嘅添啊？阿添你擺個好冧嘅樣出嚟先得噶喎。OK。唔該曬，好，咁啊，食完咧呢個沙律餐之後咧，咁啊，Tana我。